下跪下跪下祈求原谅、啊、他们说我将来肯定比抓到你缺点了哦，空中抓灵药的感觉，空中抓药啊！哎呀，跟你讲，跟你讲，我从第一集到现在，我现在终于抓到你缺点了，就是你的鼻子太大了。除了那老板的女儿才国中就一百七，她说她读什么华盛顿还是意大利，我想到每天下班回家经过管理室，凭什么那女孩晚餐还在泡排骨鸡，你打了几场胜仗就觉得自己是英雄，打了几次女人到底算是什么英雄，打出 money bros everything on me thing， 都不立马端出一碗排骨鸡大方轻松 yeah yeah yeah、想过不能爱的爱看的除了钱就 alcohol， 除了钱啊 ，yeah， 那奶瓶里面装的 kind of like， 除了就 alcohol， 除了 ，yeah， 啊，像个 wanna hide the kind of like，yeah。跪下，我叫你跪下，你什么东西都已经跪下，拿什么东西，我以为跪下该对着上帝，我叫你跪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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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求原谅、他们说我将来肯定比各位听先猜那个陈信汉要追究排骨鸡到底是什么？来，陈信汉，哎、欸，我们要追究排骨鸡，不好意思，我打岔一下，我刚刚是想到魏魏一平。那、我们请信汉老师帮我们讲评，好好，拍嘴拍嘴拍嘴。我找到你的缺点了，来来了，看我的手哦，抓到你缺点了，哦，空中抓灵药的感觉，空中抓药啊！哎呀，跟你讲，跟你讲，我从第一集到现在，我现在终于抓到你缺点了，就是你的鼻子。太大了！哇哦，他说现场，谢谢。哎，等等，好好听，好好听。我是说认真的，鼻腔共鸣太多了。那个你在现场唱的时候，那个东西比较 dynamic， 但是你电视播出，它会有 compressor 一压下去，你鼻子整个就哎，哎，同意，同意，同意。然后你拿麦的时候，常常会闭上眼睛，你会对到你的人中跟你鼻孔中间。对，我都是，对啊，我都是对这。装我还在挪威，你看你的都是上八的声音，上八在共鸣，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耐听度你可能要去考量，以后的演艺生涯不能靠鼻子生活吧。Let's go!
给很高评价。前几集很多人都会说什么，我好像什么瘫痪或什么之类都不动什么之类的。我刚刚是不是动到很厉害？超级，我真情流露的动，我跟你讲。你可以让我这种就是这么不轻易消耗热量的胖子冻成这样，我跟你讲，这首歌真的有够炸，炸到顶，我整个这样，对不对？你懂我。我把你自杀，我把你封存，我把你雨淋。想什么吃啊？想怎么吃完？想怎么抚平？看过谁狂悲，看过人痛悲，看懂了宿命。忽暗忽明，忽远忽近，任意注定。我把你掷下，我把你封存，我把你日历。想什么失爱，想怎么失望，想怎么抚平。看过谁空悲，看过人痛悲，看懂了宿命。忽暗忽明，忽远忽近，任意注定。经过让他懂了什么是因果，五百年他看了很多，有人从相爱到跟彼此叫骂，有人当生命是笑话，选择在月亮后升起时跳下。他说这就是缘，在对的时间，然后对的是视线。命运就像是丝线，相互交接成一道复制面。你以为你等了很久，只为了在这时候与他见面。再看看那走向的那位朋友，为此刻他早已热泪了前。哎，我想问高斌，你是怎么样情况下写这首歌的？我自己很好奇。这是我在台大的一堂课的作业啊。对，原来是作业的部分。那评审老师，请为他的作业打分数，谢谢。因为我有听过这个歌，然后你今天又选这首歌，跟前面的其他的选手比起来，这个那个让我那个刺激感跟兴奋感那个脉络之下，第一个我可能就会觉得比较平淡。他说要淘汰高斌币。他说要淘汰高斌币。没有，才没有。他说他下一次也会唱之前专辑的歌。不如不听，屁呀！哇，其实我那时候觉得说，为什么 Gummy B 一直没有写新歌？他有没有在尊重这个比赛？我看就生气啊！没有啦，我那时候我自己，你就有嘛，你就有生气嘛。我觉得其实你们这些看戏的很幸运，因为这个节目，包括你当初找我做，这就是我们这一代的嘻哈仔献给大家的一个礼物啊！所以如果你们真的很喜欢这个节目，也很走心的话。就是不管你喜欢我还是讨厌我，就是把你的钱拿来支持这些选手，你喜欢的选手，支持台湾的嘻哈圈，我们才有我们这么努力才有意义啊！不然每个都搞到生病的生病什么，我记得还脚还最后一集脚还凹到，对不对？就真的是我们这个差距大概有七八岁的人，哎呦，嗯，等下你那个胡子有点刺，我觉得蛮感动的啦，算是我们这些人给自己的嘻哈青春的一个交代吧。